姥姥，我要回城里吃鲍鱼。好小子，为了吃口鲍鱼，今儿力排姥姥，你想好了？姥姥，你要是能弄到鲍鱼，我就不走了。你小子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哇，这河蚌好大呀！小孩子，看这像不像鲍鱼？姥姥，这又不是鲍鱼，不好吃。谁说的？姥姥做的一定好吃。姥姥。小坏蛋，小外甥来帮我搬石头。好。姥姥，你看我这裤子好不好看？咦，在哪买的呀？姥姥，这是我在支付宝搜索骑士特权免费领取的骑士卡，在淘宝、天猫买东西一折起，买阿迪耐克还能3折。姥姥，我给你也买了一条，一共才花了10几块钱呢。小外甥长大了，姥姥没白疼你了。姥姥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小外甥，姥姥家没有鲍鱼，等你长大了带姥姥到城里去吃。好呀，明天就去。嗯，好香哦。抖音。